艾伦老师的课要到了。Good morning, Sir Alan. Only if you follow the globalization curriculum, Hannah. Wait for the other students first. They seem to be late. Okay. Okay, classmates. Now we are taking math class. Turning to page 25. Let us review trigonometric functions first. Okay. Wait for me to get the whiteboard. Then we start class. Remember the trigonometric formula. Let's review. Later. We are here today. Class is over. Goodbye, teacher Alan. 哎，明明是星期日还要上课，一觉睡到明天吧。其实，这位陈子云小姐有一种奇怪的症状。我要奥利给。没错，他在星期日中午会变身成奥利给神经病。没有，奥利给，没关系，我把它变出来。霹雳卡，霹雳卡，波波变大，挤挤乳沟。奥利给出现，哇哈哈，奥利给出现了，不愧是本美女。可恶啊，竟然瞒着我吃奥利给，我要揍你。我听到了，喔，三只。哇，我错了，不要过来啊。抓到你了。怎么，你刚刚说什么？刚刚不是很秋吗？我错了，不要打我了。啥？你还活着？看来下手太轻了。旁白帮我配个红眼。凭什么？叫你配就给我配唧唧歪歪的。好了，帮你配，不要打我。回家继续制作奥利给吧。这丑女整天在这路口磨叽，这破学校真碍眼，明天把它炸了当奥利给工厂。蛙家门口竟然有超大奥利给，一定是本美女太漂亮，有人给本美女的。从今以后，我就是奥利给小镇的奥利给女王。旁白给我说话，请你来不是让你说废话的。我就不旁白了，你拿我怎样？宰了你信不信啊？小心我把你当奥利给原谅。好的，老板，我立刻旁白。从今以后，奥利给小镇的女王就是她。没错，就是她，人人称颂的奥利给女王。哇，好大的奥利给，伟大的奥利给女王，您愿意和我分享奥利给吗？可以，但你得带我儿子，快叫爸爸就让你吃奥利给。爸爸，您愿意和我分享奥利给吗？哈哈哈，当然可以，儿子一起来吃吧。儿子交换联络方式吧，好叫你来一起吃奥利给。你是陈子云同学？怎么，学生不能当你爸是不是？你奥利给都吃了还反悔，你得赔偿1兆元。好了，老爸，我错了，明天开始照三餐来请安。我都当你老爸了，不该立点规矩吗？好吧，那老爸，我们明天见啰。 The next day。 谁啊，一直按门铃。老爸早啊，不介意的话一起吃奥利给呗。